184《华西都市报》：成都人去新西兰有望网上申请签证。2015年7月18日8:54第一眼。02 http://wccrilly.scal.com.cn/html/hxdsb/ 2015-07-18/295242.shtml 问号比尔英格里希说，新西兰欢迎来自四川的长期优质的投资，双方在旅游业、教育业和农业方面蕴藏着很多合作机会，目前预制品是双方